好一曲《凤求凰》，这本是一首求爱的曲子，可这位琴师求的似乎是知音吧。所谓君子好逑，知音难觅，可叹可叹。是女娇娥还是男儿郎？我本是男儿郎，不是女娇娥。听闻紫贤姑娘常以男装示人，除非遇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才会换回女装。如此倒是有趣，可愿留在我府中？怕是公子出不起这个价钱。你我知音，谈钱便俗了。不谈钱我就亏了，我要黄金百两。好说，汉卿安排一下。少爷，这恐怕去，带子贤琴师去账房里，把黄金取出来。请吧。少爷，你找我？你可想去西洋玩玩？西洋好玩吗？自然是好玩的，要坐铁皮做的大轮船。怎么样，想去吗？想啊。好啊，美国的公使是我的学长，他的太太明日要回国，你便随他一同去吧。手续和费用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那你呢？我要去趟关外，等我从关外回来了再来看你。少爷，该走了。女娇娥还是男儿郎？我本是男儿郎，不是女娇娥。随你吧。你明日一早登船，我今晚便要去关外，就不送你了。怎么一下就到这儿了？So beautiful. Thank you. Who wrote this? Shelley. He is my favorite British person. Cheers. Cheers. 紫贤小姐，Thank you. Sorry, sorry. 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少爷呢？少爷。项伯言不是我的少爷了，我现在是公使团的成员之一。紫贤小姐，出于善意，
我想给您提个建议，该换个靠山了，项伯言倒了。倒了？啊，就在你走的那天。谁啊？是我。回来了。在海上晕船了吗？你只是想问我这个吗？回去吧。你开门看看我呀，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。我穿的是你送我的那条罗裙呀。你穿女装一定挺漂亮的，但我的房间太乱了。你这么个美人儿，不应该出现在这么乱的地方。别进来，等我东山再起，我把老宅子买下来，铺满一屋子的黄金，给你做聘礼。项伯言，你可记住了，如若反悔，不如轮回，永不超生。你再跟我弹一曲吧，好久没听你弹琴了。好。两指眉首，于今世喜，分轮西晓，管中一息，是因者兮，孰能珍惜，能尽言尽。非金石，天道无常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既然他都已经这样了，那我们见到的是谁啊？自己看。